随着暑假来到，小朋友在夏令营活动都真重要。北投红墩国小小朋友都连续五年参加着第一大学又报考这夏令营，也对是加着在地农业，也有这异国文化，而且家己着这食品安全等等议题，或者学童啊会当为其中来学习。老师林芳怡在现场指导小朋友做好食的泡菜，含笑泡菜实在有大白菜、红菜头、苹果、葱头等等的食材，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做好了后，下在冰箱一礼拜就可以吃到好吃的泡菜。像我平常在家里都没有在切菜啊，但是我上了这个课程，我就会切，如何切才会让它变成丁状或者是条状。多国的一个文化美食，它透过教授的一个手作的美食，还有一些 PowerPoint 的文化的介绍，它让小朋友去体验多国的一个文化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，给小朋友在暑假期间学习更丰富、更有趣的一项学习活动。这项夏令营活动，大业大厦幼保会已经跟红伦国小做伙合作五档啊。这五档来亲近地方，跟红伦国小配合，让小学生在暑假时阵会当得到真侪成长。在暑假时阵，阁会当学到课堂上无解知识。我们大业大学要用植物与食品保健学系呢，执行这个月傻计划，就是大学社会责任计划。在丰隆国小这边呢，已经有五年的一个时间。那这五年来，我们每到暑假都会来丰隆国小这里，跟小朋友为期两周的这个食安的一个教育，然后科学的一个教育，然后让小朋友认识在地的一个食材。夏季乐儿营队融入国际餐饮文化特色，带领小朋友学习来制作各种不同的饮食。唔呐，讲有泡菜，各泰式的这凉拌木瓜，也各越南的春卷等等的异国料理。中视新闻科室馆台川报道。